巧巧吗？这是个巧，你的也没巧，你的也没巧。这个勾要出来，这个勾要出来。老师是哪一个勾？什么地方是勾？脚啊。什么地方是勾？这个是勾。我的勾在哪边？在这。勾怎么会在那呢？你写书法写半天，你不晓得什么地方是勾啊？哎，这。脚踝，不是啦，脚勾的曲折点在哪边呢？脚踝，不是啦。哦，老师，你看，全班的人都不知道。你们不知道什么是勾啊？你写字的话，什么地方勾？什么地方勾在哪里？拜托，好不好？你写字，这里是一个勾嘛，这边嘛。这边是勾嘛，这边是勾嘛，这样子这边是勾嘛，这样子这边是勾嘛，这个是勾嘛。你那个对还错？好像勾不太起来了。错。错啊！这是一个勾嘛，看到没有？这是一个勾嘛，你没做出来勾啊。那个角度对了，可是你没办法勾起来。勾起来。对，地形那个对，可是你还可以再勾，你还可以再翘。对，静美，你再试试看翘起来。再翘起来。对，对。这样。对。啊？你那个越高你越好巧啊，因为他的脚在这个地方站着，他的脚在这边，我进来的时候是这样进嘛，是不是？当我要巧的时候，是我做一个勾嘛。你不是做好勾巧啊，你不是做好勾巧，是脚进来我决定要勾的时候，在这里做勾嘛，在这里做一个勾嘛。二嫂，你们的脚做不出勾，对了，哎，可是你还可以再勾大一点，你还可以练是在，哎，对，也就是说你从平的到勾，你那个脚步越大，你越有力量去勾，啊，尽量不要用大腿，它就是在这边，就是在这边，在这边，在那个勾，跟我讲这个一样。这个一样啊。